Hello， 大家好，我是雷玉，回来玩超人。回来玩起了那手，大概是剩零一的，大概是剩零一的，然后没有人要去做技能了。灭团呀！好吧，灭全场。喂，我开头没有讲完就被灭团了，太神了，这一下。哎，你们没有人去造森林那个做那个巨人吗？我要释放。你们不是团吗？你们是这种团吗？哦，爬爬不要。你们就释放不是团。对啊，这个不是啊，怎么啦？哦，那怎么说团灭了？灭团是指我们全部人集齐。哈哈哈哈哈。我现在去巨人，等一下。没有，哟，蛋塔来了！我不能玩了，拜拜。哦 ，OK 啦，拜拜。只有一个人有断线啊！只有一个人当巨人，不好玩。有啊，那个诶，我断线啦，那我去当巨人好了。那我去当巨人，要吗？我去当巨人。你去，快点去。三个巨人啊！好诶。被卖了。四个 ，OK， 可以啊，三个或四个都可以了。不可以再增加，不可以再增加了。阿伟，可以打。我网络累个。网络累就做巨人。蛋，蛋被打扁。蛋被打死了。看阿伟表演。我滑鼠灵敏都忘记调了。阿伟，去调一下。阿伟要 hold 住全场。阿伦，我想问你个问题哦。可以啊。你叫。哎，我网络累个哎。啊，你再问多一次。网络嘞，我在家，我在家做什么？我在家是负责做蛋挞的。那个阿威，阿威，你的工会太神了，被抓，踢出去。等一下，现在怎么回事？把他干掉，把他干掉。阿威，你在干嘛？阿威，快点灭了他！在你后面，阿威，你后面。呀，讲不通。啊，你的左键啊！阿伟的左键坏了。飞一下，等一下他就跌倒了，被后面的人压扁。用飞的飞，等一下瞬间用飞。那个，我今天网络好像很卡，连一次讯，你看你。我的网络也很差。啊，你被卡住了，白痴。卡住的白痴。没啊，要金可不可以卡住我啦，白痴，金拍白痴金。不用怕 ，NPC 来了，要去抓一下。不用怕，抓。看起来很好吃，好吃这一只。阿伟什么口味？阿伟，我忘记阿伟什么口味。阿伟现在是酱油味吗？酱油味。阿伟口味，嘿，我要手指哦，啊，冲啊！手杀！我一样给你扁。追杀阿伟！哦，阿伟GG了。接下来是追蛋挞，蛋挞 ，I love you， 快点过来。哎，蛋挞，打一下。哎，蛋挞完成队。踢四足吗？结果你整个人被他踢一遍，哦，坦泰又被打扁，坦泰又被回家送田，那再压多一下 ，A 人就扁了，压哦扁，一击，我要做 BUG 啦，我要做 BUG 啦，还有 BUG， 哎，弟兄，你怎么变人类？哦，可以了 ，Let's go， 我第一个针对阿伦。这对我干嘛？阿鲁，爬四十分，巨人还人类？我是巨人啊，看名字知道了。你是巨人哦。对啊。Yes， 阿鲁，我八成功啊！我八成功啊，阿鲁，你有八吗？过来给我打一下看。阿鲁，我想问你个问题哦。嗯。你现在是不是人类？我是巨人啊。别打我！别打我！最近你现在直接打我，开始直接打我，开始直接打我。哎，李兄，别那里，跑过来。因为 BUG 啊，其实你现在巨人哦，又有 bug 了吗？过来给我压一下。哎，你像 MD 是吧？那扁啊，这么不好啊！你的 bug 不可靠。哎哎
什么的都去死吧。对啊，把什么都去死吧。靠你！哦，等一下，我要用我的超级。哦，一天。我在休息的时候，你也偷袭我，搞什么？天哪吗？上次李兄2000次，李兄砍2000，超神。我打了3只。刚才我打了4只啊，那个是小人啊，不然不是巨人，太小只了。刚才那一只，来吧，回旋斩。全部人看着你打，结果他米被压扁，抓不中，抓又抓不中，踢足球，放屁，放屁，放屁。你还被抓到笑，等下巨人放屁，你最好笑那个。幺五零。这招果然有效，躲进屁股洞里面吗？太有效了。哎，你们还记得艾我之前很好笑，就是救板的时候，我就艾伦嘛，然后我朋友找我叫我朋友把巨人砍过来之后，巨人不是会躺下吗？啊，躺着的时候他嘴巴不是张开嘛，然后我就用我的艾伦跑到巨人的嘴巴里面，然后按右键，然后会怎样？勇勇跑过去追你的勇勇，你不就啊快啊？会发生什么奇怪事情？你是不是又冲分身？那个小爬爬，过来给我吃一下。阿罗，你怎么能用超分身呢？我哪来超分身？我哪来超分身？我不是一只包了吗？我记得有个能力。你怎么这样？你给我继续在那边挂掉。哪里？那个谁要来了吗？挂掉。李兄，你的棒可以了吗？挂掉，你不能动，你不能动。可以。哎 ，Allen， 你过来 ，Allen， 你跟着我来 ，Allen， 你跟我来。啊？呀、yeah, ，找一只给我。好，爸爸来，爸爸来 ，Allen， 看着我 ，Allen，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你。没有吃，没有吃，没有吃。对啊，没有吃。李秀，你跟爸爸在做什么？你们两个有奸情？你跟爸爸有奸情吗？没有吃。没有吃。喂，玩又玩偷袭，这个阿伦看我阿伦没有死，阿伦去被抓，阿伦跑被吃，快点死，快点死，我没有死，被抓惨惨，可是我被追踪会死哦，我被追踪打会死哦，那奇怪的吧，就不要用了。啊，像这回合我不要用好特殊的。你在那边害死 Allen 啊！害死谭泰勇。害死谭泰勇。快点啊！到底为什么你不会死？为什么？都在玩左板，因为你在玩左板。来啦，我不玩了啦。你们知道吗？很好笑、啊。李兄，哎，李兄死不了啊。暗自杀。知道李兄暗自杀。哎，我打不到爸爸。砍不中关，你还能砍到吗？如果以后有人拿着一个东西可以握的话，他叫你握的时候就不要握，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握下去你就是基佬。现在的孩子都在受着什么样的教育？怎么你们的思想都奇怪？不是一样，萝莉控一个，萝莉控一个。你误会了，我根本不是。你明明就是。你的样子比较像。哪里有？喂，不要追我！不要追我！哎，一兵换一兵，搞什么？罗丽伦，有新车套了吗？罗丽伦，然后呢？你呢？圣诞老人吗？啊！我一定死了。啊！是勇勇蛋，去追蛋，快点去追蛋。但他有差点被吃掉。吃蛋，快点油蛋！刚刚我直接掉下来，被跑跑碾过，我的妈！秒是吗？油蛋，有用放弃生命了。蛋哦中！但他有所帅的效果。拿好住！你啦！用你后面抓！被爸爸吃掉了，你们。果然会被猪一种打死了，只有 NPC 被咬死了。
NPC。NPC 咬我不死，我是那种咬会死的。怎么剩下两个巨人？对啊，你们都不做巨人，你们都欺负我。好啦，下一回合我去当巨人。请问你有没有喝过酒？然后你老板，那我不要做。好冷的笑话。然后后来那个人说，后来那个人就想说，不可能，他一定喝过酒。又问了那个人一次，你真的没有喝过酒吗？没有。那个人就又回答他一次，醉过。后来他问了一次，那个人生气的说，就说醉过。你还是想怎样啊？你要想不想我不要过吗？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明白。醉过啊。醉到过吗？有没有喝醉过吗？已经醉过了啦。不要打我，走开啊！我没有力气，我没有气体了。蛋挞蛹好吃。阿伟，过来。打给你骗。爬爬救我！爬爬救我！爬爬来蛇了。哎，爸爸救我！针对阿伦，针对我干嘛？那个爸爸当时的爸爸救我。阿伦是哪一个？我是五米高的爸爸。我是爸爸很大只的爸爸。有吗？十米的吗？啊，我要死，要死！喂。打李兄，李兄在我后面，惨了，李兄不可以这样的，这也中，李兄你是什么意思？李兄你是做什么？李兄刚才那些超帅、啊，李兄，我明明是掉了梯不会动，你自己飞进我嘴巴，不管我事。我在你嘴角，不要给你撕了。撕了。为什么扑倒用这么多体力的？我发现兔宝扑倒要好多体力哦。巨人们，等一下只要一复活，就全部攻占阿伦。啊！为什么要针对我？我们是如此的帅气，你要针对我？哦，操！我的眼睛，我的狗眼，你看我的狗眼，好奇怪，人类的眼睛会痛很久的吗？之前是不会痛很久，现在痛很久。因为我针对了吗？那我躲起来好了。勇勇，发现野生阿鲁一只，发现野生勇勇，抓你们！哎，卖到勇勇可惜。发现野生萝莉轮，去吧大师兄。大师兄是抓不住你的。我绝对不会说我是爸爸。我绝对不会说我是黄头发的。抓野人快点啊！那个 NPC 谁说过？我绝对不会说我是蓝头发。有蓝头发的吗？哦，超帅的，等一下，吃掉你，小白，我就知道，吃掉游泳，
叫勇勇。勇勇。打勇勇。他叫龙一给你吃呗。反太勇，快点过来。然后龙一给我炸死了。一个七点。反太勇，我们来找你了。哎、欸，这边有一只，刚刚好吃，吃掉你！哎、欸，你们，你，阿文，阿文、啊，你在那个补给站附近等吗？勇勇，不要跑，快来给我们吃！在补给站附近等，他绕到没钱。我累了，我休息一下。喂，这我就累了，我休息一下，我累了。勇勇他的招牌招牌跳跳招牌跳跳什么意思那个跳跳是招牌的勇勇他们勇勇都不被我们压到勇勇你这一下超神的你这么躲进森林里面结果跑一大圈被爸爸吃掉你解释一切。哎、欸，为什么？无法解释啊！他发现阿伦，呀，怎么会发现我？跟我一起转圈圈。哎、欸，拿给你变。我觉得我变佩特拉的，没有道理啊。哦，GG 了。道理啊，这怎么是佩特拉的绝招？啊？什么佩特拉？我用艾伦啊，结果是拼出来的。哦，在 BK 的场地是不可以用巨人化的。在这种场地不能用巨人化，可以吧？除非你用莫拉。用巨人化的艾伦在打人类种会怎样啊？狐狸不要玩手把。我已经飞出来了。我飞出来了。艾伦，你啊！我要撑到最后。刚刚跳高一点。我在睡觉。不要勾我在休息。Kill your sister. Kill your sister. 压尾，压尾，阿伟不要跑，走开！啊，这么压不到。阿伟，过来给我压一下。哦，没有气体了，没有力气了，GG了，哈哈，我就被吃掉。看胆太勇表面。看挂，死，太衰小。等等，喂，装大手。哦，但他又被吃掉。狐狸，你在弄？Alan 到你啊，不要再玩掉。快点！听到 Alan， 来3、2、1。哦，集合了！集合啦！Let's go！ 武器同安来去集合了。好，这一集就先拍到这边为止啦。然后喜欢影片给我们一个 like。哎。我都没有结束，你们就现在打得乱了。好了，谢谢所有大家有参战的玩家，然后希望免费给我们 like， 有优队欢迎订阅我们留言的，谢谢大家，拜拜。See you guys. See you guys.